亲像彼得彼时，叫人着反悔认罪来信耶稣，搁受洗礼。那我也要对恁讲，恁着深信。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搁伫耶稣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殿要真侪恁侪伫着下面。一个要紧的记号佮印证，佮表明对圣神要得到定心，佮来结连的基督。啊，恁要受洗礼，恁就伫众人佮上帝面前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？恁有诚心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恁若活过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，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即时啊。咱来随礼对赐恩，好无？来，咱稍微退一步，来。但只有我用水甲你行随礼，互你归入白净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真正信，佮愿你的神魂佮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得到保全无通嫌。但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过教会的头，也是大天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官兵，接纳你做会差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佮伊信仰的稳定。弟兄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予你归入白净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予你一真正信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着保全无通嫌。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过教会的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。英国社会官兵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以及信仰的稳定。老金枪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变白净圣贤的名。阿门！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真正信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嫌。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到教会头也是大真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官兵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的稳定。林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予你归入白净圣神的名。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真正信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嫌。宣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活过教会头也是大真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商会的官兵，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
分伫主的道甲信仰的分界。张启山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予你归入平静圣神的名，阿免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予你一切正性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佮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行。宣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我换过教会头，也是大将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修会的官兵，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分伫主的道甲信仰的恩典。什么因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予你归入白净圣洁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切正性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佮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嫌。宣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换过教会头，也是大将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修会官兵，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分伫主的道以及信仰的恩典。林大君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予你归入白净圣洁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真正性，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水啊所祈祷出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嫌。宣告，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换过教会头，也是大将军，咱的水啊所祈祷的名。甲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修会决定接纳你做会参会员，有分伫主的道甲信仰的恩典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主的上帝，我感谢你接我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灵殿接纳你的儿子入你的圣会。愿你祝福因，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平民，将你的恩典赏赐因，予因连接伫主耶稣基督，永远踮伫你的厝内，对试探中保护因，予因会当赢过，会当征战好个征战。愿你的气力扶持因，伫软弱的时得到保守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。佫予因下一世人再通服侍伊，回报你的疼。我的主上帝，求你予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会佫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赦免阮的软弱佮罪恶，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，抵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。求你予阮会完全反悔，带阮倒转到伫你。去打了后，会通做你尽忠的奴仆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咱小可进前，然后向后转，好不好？嘿，刘英兄，这个是我甲咱介绍咱教会厝内新的家庭的旧址哈。这个吴小辉啊，伊是对陪家中心来，吴小辉，咱甲拍一个大欢迎。张亚田是对中华圣教会，咱甲伊拍一个大欢迎。即咱中华的朋友啊，老晋江、晋江兄、晋江兄，咱甲拍一个头啊咧。
老家老家的阿比拉罕第一个信徒。这个家族内面第一个信耶稣的十年了后，你会看见讲，你会看拢有共款，上帝祝福你。啊，这个应该咱真熟吧？啊，终于顺利了，啊，结婚咱都办得好嘛。结婚，伊对顺利有相当啊重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伊到今仔才洗礼的原因。啊，弟弟两兄啊，咱厝内新的一个有分量的人，啊，请咱配祈祷，嘛做伊朋友，弟弟两，咱拍个手。王家伫厝内要加一个啊，王伟林啊，其实啊，伊毋是第一代啦，但是伊信主时，我那是足用心啊，即我想这是上帝时间吧 ，OK 啊，伟林，咱伫厝内，大家人用欢喜的心，也是毋忘上帝大大使用。张启山医师，咱真正替伊祈祷，愿伊带伊的负责人麦云，等下要搁为着因两个细汉囝洗礼，伫厝内原来是阿比拉罕啊，甲撒拉，撒拉吼，恁真正伫这挣扎了后，真正伫伊最初为伊祈祷。因为这一位神真的在你们当中动工，看见你们的未来跟以前真的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个师哥，你看名戴军，林戴军，其实这边要说的事实，其实是伊直直在找啦。牧师来教会当时要说的。牧师什么时候要有洗礼的机会，我要洗礼。到底是安怎？我要洗礼之后，我才要出国。所以这边是为着伊安尼怎化解龙水的机会。OK， 林戴军，咱这个时咱来教会上音圣经，好不好？我呢伫咧上个时，咱请所有的人圣经后壁就是上归。那有人要上一回，吼、哦，咱就伫这个时，吼、哦，那有你，来，来，咱来烧一碗，咱先接落一个来。王伟，先接落。欢迎哈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上帝说话。我们都回家了。
愿上帝赐福。愿上帝赐福万福。让你的未来跟以前都不一样。上帝的这是我们永福家里的喜乐的一刻。欢迎师。来，等下今晚老夫，这个音乐了，老夫过去唱，等下礼拜三再过来啊。等下咱礼拜三收过、收回完，甲这些水里的人，礼拜完了之后，我们要照，我们就照。